等一下红灯。这边颜色太奇怪了。哇，两个变绿色燕子鸭。哎，真的。那一只在走，那有一只在走。甚至在睡觉，现在手动对焦，你用自动对焦看它就知道了。但是头是藏起来的。啊？头藏起来，不然太亮，不然怎么睡觉？应该是这样吧。哎，这次有一只正面的。啊？背对我，本来要拍他的，他现在背对我。你要六七点来，天快要暗的时候就一堆了，那时候的景色更好看。拍哪一盘？我让他扫街扫一次。对灯了，对灯了，对灯了。一直转身。啊？一直转身。哇塞，这么长啊！